现年三十五岁的韩国型男玄彬，最近正好二十八岁的女演员朴信惠，身处西班牙赫罗纳为新剧《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》取景拍摄。六月二十三日晚，两人和剧组一起在当地聚餐，期间则频频被一众工作人员集邮，而开心的玄彬和朴信惠就有求必应，和大家玩得十分开心，尽展亲民的气质。 而被曝光的视频中，玄彬和剧组人员一起喝酒时，更亲切地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碰杯，十分有礼貌。而朴信惠则是对着镜头嘟嘴卖萌，看上去心情非常不错。据悉，新剧将在今年十一月首播，令网友们都非常期待。魔方传媒综合报道。